阿山最舒服的莫过于下坡了，尤其这里的道路水准还不错，所以一路下坡时速可以达到50-60公里，当然要清楚路况，不要有沙坑洞，有的是很危险。还好这里从路边出来的岔路也很少，还有天然的石窟。今天要去兰州，现在等一下就快到甘草镇了。